纪律排队。这就是山东啊，是这种山东杂粮米。杂粮煎饼。杂粮煎饼。哎呀，你这个水平，所有同行都夸这个速度快，质量好。去年来拍的啊。对。去年那时候正好早上嘛。去年就在小棚子里，那个门口小棚子拍的，你两口子配合的这个，默契。搭好了。哦，这叫外卖。对，外卖。像这份多少钱呢？9块钱。9块钱。啊，这一份出来了。你今天跑了几单啊？5个。你看那，你工行2趟超跑。其实你有这个，你有这个门面也好，再贵点你管外卖了，给你。外卖做的蛮好的。对，你现在原来不管外卖啊，给你。你来不及做。哦，来不及做。对，我看你叫人了吗？这个美女是你妹妹吗？新来的啊。新来，我看这长这么像，原来是你妹妹。新来的实习生。新来的。好了吧？他那个好了吧？14。这边。好。妈，我刚才在哪？多嘞，对，大量米。葱香菜要不要？都要的。然后一个甜的，一个辣的，一个辣的。一个甜的，一个辣的。嗯，加什么吗？就烧菜，甜的那里再帮我。现在做的是甜的吗？嗯。甜的里面帮我加个鸡肉。加个里脊肉了。嗯，报警。鸡蛋葡萄炸7块钱。葱上菜。你们中午也干吗？我们做到晚上7点。哦，乱七七从早晨。对。4点多的干到晚上7点。哎呀，太幸福太幸福。钱也赚得多。钱也赚得多。辣的要不要放甜的？肉也要吗？那个鸡蛋。价格鸡8.5块，价格里脊8.5块，要甜价吗？要甜价啊！别！我在俺那去买菜呀。辣椒呢？辣椒一点点，快把价格拿着，快价格拿着，我来去买菜。我家里面姐姐把你吃掉了啊！来，小妹妹，我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。这个吗？你看。那你这个做这么快，你一天能搞了1000多份？对对，你这个多快了？几分钟？一分钟差不多吧。正常的话。30秒。30秒。对。对。我上次拍那个粉丝讲的30秒，干这么快。要。加什么？要，然后甜的多放一点。好像是甜的。只有在屯山特色，吃甜的。对。对。不过它那个甜的，不像别的甜的，吃起来不会腻。这个不会腻，辣的也放一点，辣的也放一点，大的时候再放一点。这边加什么？不知道。嗯，这个不用，下一个加个里脊肉。小妹，来，把这个削了。哎，好了。麻烦你，先生，人家拿走了啊。这个妹妹。下面的加多少钱？11块。这个全国各地都管。哦，他这个是给那凳子也是外面有些杂粮米，这种不敢吃。他测试调出来的。老字号。老字号。老字号。所以说，外面那个别的地方的啊，外面的一般我不买。基本上就是吃他家的。你坐。他这就是这样，他开大点。这个辣椒不要啊，这个也要，辣的可以。那你怎么没做呢？可以再放一点，再放一点辣的。偷懒。让他多干一点。哦，让他多干一点。男人是要多干一点，女人可以少干一点。这个辣椒是不是2个？两片肉，一个是2片肉，一个是1片肉。要不要葱辣椒？好了。2片肉，葱不要的吧？啊，对的。
那什么酱？等一下，辣的反面刮一点。哪里不行？在哪里？你家闺女要上学了吧？下面放热的，先把肉拿，先把肉放掉。我家那个英语老师每天发信息回来，说我家那个回来带东西去呗。不是新来的啊，今天做了，明天还是那个。这个要多少钱？他回来根本没用，我跟他买，我们跟他讲是吧？前面讲我们到后面呢，前面来忙了，他在后面玩电脑。不是，我们做半天了，做半天的话，一个两千。多少钱？14.5。这个葱香菜呢？我要葱要吗？香菜葱哥。要什么酱？辣的。一点点，背面。这个有点慢了，这是46秒。这个是刚才拿东西的。两片肉，一片肉多少钱？14.5。